周二，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决议称，国际社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西藏、香港以及内蒙古人的拘留和侵犯宗教自由等问题表示关切。日本外相林方正在议会上表示，日本会继续对新疆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。ただいまのご決議の趣旨も踏まえ、政府として引き続き国際社会と緊密に連携しつつ、着実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。去年12月，日本表示不会派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，以呼吁中共尊重人权和法治。此前，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也宣布外交抵制冬奥运，理由是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。新唐人记者林一综合报道。